其实对这儿我很熟悉，当然啊，大伙儿也认识我们，也知道，嗯，对郭德纲、于谦也都了解啊。那相声是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对，在这里边，于老师有一门功课是非常的好，您可以介绍。于老师唱歌唱得特别的好，我呀。虽然说我也唱啊，啊，我唱歌也就是无非什么跟这个京歌啊，什么戏曲旋律的歌曲，会个一句半句，哦，跟人家比比不了。您客气，不，您我比如我唱就唱那个那叫，你看啊，我想想，就那叫什么歌那个？哪个？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。什么歌啊这是？哪有这歌啊？京歌，京歌，那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还是我呀？哎，嗨，既然来到这儿了，又是您的老地方、老朋友、老观众，嗯，那要唱，我们两个人一块儿给大伙儿唱几个歌，好不好？您听，啊，好，谢谢各位啊，啊，你们真捧。那咱说好了，嗯，咱俩人谁也别偷懒儿。那咱们拆唱，好的呀，啊，那，嗯，那你得听我的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会的歌不多。您客气，好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您起头，哎，接唱啊。有一个卖报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您这歌也太老了。卖报那就没办法，就会点这个。行吧各位，好好，既然大伙儿说成就唱这个，还真听劝。好好，那么前提就是能耐大小搁一边，得卖力气。没错，谁也别偷懒，这是义德。咱们来来啊，卖报歌，您先唱，我接着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卖报，一边跑一边笑。今天的新闻真正好，七个铜板就买两分报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说咱换一歌成吗？可以啊。什么就可以？我得跟您说说啊！您这老拉拉拉拉拉拉，这不成，就是虚字儿啊！您这个，你挑啊，我挑一歌。他可会什么摇滚呢？是什么呀？都行啊！摇滚那行，那来，您点出来了啊！我挑一歌，来来来，您跟着我唱。那行，咱们就唱一个最老的摇滚歌曲。好，一无所有。嘿，行吧，好。您跟着我唱啊，来，那个这很累啊，当然这得卖力气。我您是要打人呢是怎么着？没有，就准备唱歌吧。啊，来吧，快点，我都等不了了。啊，跟着我。嗯，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再换一个吧，再换一个吧。您这样不成啊，您这可不得累死我啊！啊，您这还累死？您没唱什么正经东西啊？你这歌太新了。你又新了，唱点老歌我还行。你瞧，唱的啊，我还不会什么老歌。这么着吧，啊，我唱一个，您准会老歌啊。行，您跟着我唱，来来。哎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。可能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，啷哩个啷。换吧。这样不成，您这浪里个浪了，这哪儿，啊，怎么又换啊？不是这哪成？您谁不卖力气呢？你唱这个都没有文化底蕴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有文化底蕴？你来点那个厚重的这个题材，那多好啊！厚文化之后，啊，那就历史题材的歌曲有吗？当然有啊！什么呀？《水浒传》的那主题歌。哦，好不好？敢问路在何方？对，哦，没听说啊，《水浒传》。您说那是西游记。哦，西游记啊，水浒传好汉歌。啊，这又嚯啊，这不得累死啊。你又来了，不至于这么撸胳膊挽袖子的。来来来来，您就唱点正经词儿，咱对得起老百姓啊。好吧，
这歌可高啊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不至于压腿啊、哦！您拿下去吧，这就来，不至于压腿啊！来吧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，嘿嘿嘿呦嘿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呦嘿，活活累死我！不，刚才这啦啦啦还能唱出点声来，您这连声都快出不来了。净看作配了啊！啊，什么作配？这个您得多原谅啊！我不像你似的，你会唱歌，我一个整歌都不会。您别老找借口啊！您这就叫偷懒，各位。我还真不是揭他底儿，到这儿来了不卖力气不成？今天这么着，我不唱了，咱让他一个人唱一个歌，怎么样？这别哎，别别闹。只要您主唱，我帮着呀。那你可真得唱啊！肯定唱啊！那行嘞，咱们俩来一回吧。来吧，绝不偷懒。三笑才子佳人，怎么样，各位？来来啊，来。桃花坞里桃欢，桃欢下桃花仙，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在桃花换酒天。你了，来快点啊！来，我唱，嘿嘿嘿哟！